很多的细节，保护你自己也好，保护别人也好，你都必须要做。所以保护好自己，才有后面什么财富与否。所以这些东西就是开门七件事里面，现在多增好几件，是不是？眼睛张开啊，就很多事情要做，要达标啊，好、哦，手干净啊，心要干净，是不是？勤洗手，要清洗心地啊。所以心地怎么洗啊？前面告诉你，你应该要会了。然后好事、啊、应该是随时的营造出来，把你的心地一时受到好事的滋润。你手洗了半天，不是说要涂润滑油吗？保养一下吗？那心地一直洗，难道不用润滑油滴两滴吗？滴两滴就是自我营造，是不是？更加的感受到有朝气、有活力，这才是，对不对？身心一起来。所以，当人世间的很多该注意的，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时候，才有后面细节可说。前面都没注意到，后面讲一大堆白讲。所以这些行动力你就当仁不让，因为要为自己打拼了，少一样都不行，少一秒的那个努力都不行。你说我一天呢、啊、有多少秒，一天有多少秒？38400秒是吧？忘了，反正乘一乘就知道。你所有的秒数都对，就是那十秒忘了，结果病菌进去了。你能怪别人吗？怪不了别人，怪谁？怪自己。有没有落实？没有，差多少？差了 0.1%。 你说我都已经这么落实，就差这一点就中了，那到时候你跟谁申诉、欸、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东西要想清楚，对不对？你不是为人而为别人而活，你是为自己而活，为你的家庭，全部的人，你要不要把这些东西抓住？该抓住，哦。所以接着呢，身体要求了，心灵，哦，也要真的要求。所以净化心灵呢，那还不是每天一次，随时吧？要随时怎么弄？导师随时怎么弄？我问你啊，我有没有教你参悟空？参悟空就是随时自我教育，是不是？那每天一天弄下来，那也是很补啊，对不对？一天下来，随时参悟，随时提醒自己，随时明了，那个后面的结果进步很大的。所以执行啊，执行啊，这些执行不是别人一再强调好逼着你你才要做，那就太被动。我们昌晚世界里面的学员，每个人都要主动，都要非常主动，因为这样子才能够真正的进步。你说别人讲一个动一下，讲两句动两下，最后退步的机会大一点，好、哦，那既然我们知道这样子会退步，那就赶快进步吧，朝着自动自发。所以这个时候参悟空就很重要。这个时候你欣赏世间，化作结论，提醒自己就很重要。你看到一个人买了面包，啪一下打开包装袋就啪一下拿出来手就吃了，你看到了，提醒你自己，你有没有犯这个问题？我是举例啊，对不对？那全自动成这个样子啊，那这样子一来，我们超马学员觉得很厉害。每一个人真的就是自我教育，要做到这个方面。怕就怕什么？怕就怕自己太慢。人家说“谦受益，慢招损”，对不对？导师说什么参悟空不用参的，我都会的。
就每天都没进步，然后心中的问题一缸子，过去的习性一缸子，最后你还是必须要自我解决。那现在可以利用时间能够成就自己提升，为什么不呢？